存不存在有一群艺术家，他们的名字叫做台北奖艺术家。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前些日子我去了冰岛旅行，然后在冰岛那边有一个景点是一个陨石坑，然后我跟朋友在里面待了一阵子，躺在里面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场景，可是这个主角不在了，就是这个陨石，它可能因为爆炸蒸发消失了，主角不在这个场景当中，就有很多的想象，所以说我就去想象着它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经过，或者是一些热能，或者是一些感觉。那这件作品其实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去延展开来的。发热导管划过那个感温油墨，它油墨它突破自身的临界点之后，它就会变成白色。那等温度消失之后，它又会退回来原本的黑色。其实我想做的是一种热能的显影状态，来去反映或者是暗示的，就是我在那个陨石坑所感觉到的一些东西。进入展场的左手边，我放置了很多，不管是我收集、我制造，或者是我画的一些油画，或者是一些现成物。我希望这面墙是一个资讯墙，让观众看到这些资讯墙的时候，自己理性雷达会在这些讯息上面不停的去搜索，然后让观众在借由这边想象着那边的一个样子。绿幕其实它是一个想象的一个前置作业。进入到后制之前，其实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我把它的前置作业给制造出来，让观众去想象说它可能可以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出现。但是我最后设定在它是落在一个木质的床上，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能量最后落在一个这么温馨的一个床上，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在展览现场，我用了一个有点像是变形的捕蚊灯的装置，跟十四行诗里面提到的那个闻一多的那一首收回。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勾起一种制约的想象，因为你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有电，这东西碰到人可能会有受到伤害，但是因为它有光，它有光有电流，然后有一个亮体有造型在，所以你可能会。就是不自觉的会想要靠近，想要吸引，其实就像蚊虫会被捕蚊灯这件事情吸引的那样状态。然后在诗里面最后有两句话说，那斑斓的残瓣都是我们的爱，其实就像是它掉落在地上的蚊虫尸体的那样子的残余，那个残瓣其实它就是一种无可自拔的一个认知的状态。这一次的创作里面，我比较希望是观众可以自己去衔接，自己去补足，就是这些线索跟线索中间那个串联的那条线。在阅读这三件作品的时候，可以像是阅读一句话或是一篇文章，但是它可能缺少了动词、名词或是形容词这些东西，它可能只剩下了你、我、他，还有标点符号，但是中间变成由观众自己去填空。其实近年来的创作脉络都是以在异国生活的经验还有反思为主，一个人他所处的社会，他对于种族还有性别的一些描述，还有以至而来的互动，有一套不成文的诠释系统来掌控。我当时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到法国身为一个外来者，那立刻就被一套无形的根据我的种族还有性别的诠释所掌控所形塑，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去抗拒才有办法找回自己的样貌。这让我非常的好奇，就是这一股诠释的力量是从哪里来，那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黑鬼这个计划
我尝试结合录像还有虚拟的明信片史料，有意识的去截取一些片段的影像，结合塞哲从他的著作《返乡笔记》里面去截取的一些反抗殖民主义的诗句，他跟这个影像结合可以产生一种多重的意义。当时其实有找到蛮多不同时代的明信片，不同时代不同国际殖民展的明信片，那最后选择这一张是因为这张里面它同时含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它有一个很显著的权力结构在这张图片里面。这个计划里面它所选用的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它其实透过这个历史事件想要阐释想要揭发的是这个不平等的论述霸权，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存在着。希望观众在观看这个计划的时候，不单单把它看作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文本的再呈现，而是可以跟目前当代事件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结合，一起来思考。若林春子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出生在满洲国的一个日本人。那因为日本战败，这些日本人就要逃离，因为种种的关系，他就被迫要嫁给一个中国人，然后用了一个假的身份来到台湾，因为他不能说他是日本人。这个文本他不断的在围绕在若林纯子跟王林这两个身份里面的一种相互在寻找，相互在自我身份的辩证中在转，然后是一个像是梦境，像是一个很模糊的记忆，然后不断的在找寻这两个人两个身份。它有一种历史的缩影，它有一种我们在台湾的某一种共同的气氛或者是感受。我就邀请了若林纯子他的家人，他的孙女，大孙女，然后去家里收集文本，然后跟他奶奶收集这些文本，跟他家里人收集这些文本，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文本出来，我就把这个文本拍成作品，然后回赠给他们家人，当做他们家族的礼物。若林纯子这部作品的八分钟，它其实是一镜到底式的一个推轨的推进，然后在里面设计了几个不同的场景，所以我们会去寻找画面里面的一种气氛或者是影像的它要表现的东西，然后再来另外是文本传递出来的讯息跟它的故事的内容。我在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用了声音这件事情去营造整件作品里面的气氛，它有一个像类似旁白口白的一个音调，但是它不是一种语言，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辨识出来的语言，它是一种很呢喃很模糊很不能够辨识的一种状态。所以那个声音其实对我来说它更加重了某一种记忆的模糊，更加重了梦的情境。这一次参加的作品它总共是有11件，然后我是把它分成11个章节去写了11个短篇小说，它彼此之间看似好像有一个连结，但其实它又各自独立。如果你仔细观看那个小说，你会发现它谈的东西很像我们现在社会现况的状态，就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就是一些生态污染或者虚拟实境跟仿生人机器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我用一个考古学家的角色来看待地球上的现况。那个考古学家他其实是我设定他是一个外星人，然后他来看地球毁灭之前的50年地球上正在发生哪些事情，他把它写成11个短篇报告，所以我就以这样的逻辑去做这个呈现。
展出的主题就是你会梦见电子羊吗？那其实这个你是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的仿生人拿掉，变成你。我们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是活在当下，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已经是机器人了，只是我们自己不自知，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这整个资本体系的循环规则当中，我们一直照着这个运作方式在思考在前进。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跳脱出来观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摆脱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真实的肉身，我们是那个你跟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一直以来尝试着记录正在消失或是正在进行的时间与痕迹。那痕迹它很像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一个事实，它也像存在我们脑海中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的记忆。记忆它就很像风一样，就是它留不住一些什么东西，会慢慢的褪色或者是凋谢。因为我一直都是用一些随手可得的一些物质去创作，这次就用自然环境的东西去进行。美术馆的空间它有点几乎是整个是开放的，那我希望借由想象的方式来捕捉风的一个样貌，像树枝的形体啊，或者是灯的一个轨迹，介入自然光，然后去隐约的透露出停滞中然后悄悄进行的一些记忆的生命，透过树的一个姿态，或者是灯的轨迹，或者是像我这次选择用比较大型的布幔把展场做两边的切割，透过比较像是生活舞台的这种思考方式，呈现一个自然的跟一个颠倒的一个状态。正大这个商场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废弃的商场。那我在选取它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会去找一个媒材、一个基体，我们讲画布好或者是木头，那之后再给予加工。那我所选的就是它这个商场，我重新再组合过的一个角落，它就是我要加工的基体。那我在这个基体上面再处理一些我想要谈的议题。那当然，就是加上我的绘画性，因为我是一直坚持这件作品对我来说它是一件绘画作品，虽然它使用的媒材是台湾会定义为装置啊，那因为我在处理的时候都是用平面的元素来处理空间的问题。那时候是我在学校一个 年展的时候，就是大四学生年最后一年，然后刚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我就刚好做个尝试。因为我本身其实是做平面绘画的，那最近是发展方向是有把它转成到空间里面来，但是又不是那么 3D 啊。好，我是讲一个比较白烂，就 2.5D 这样，它其实没有很立体，可是里面有包含了我一些对一些绘画的看法，或者是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小神仙这个系列其实从很之前就开始做，但是事实上把它抓成一个主题拼凑起来做成一个小小的系列，则是在最近一年的事。偶然因为身体上一些意外，在西医的治疗无效之后，开始接受朋友的各种好意，带我去各式各样的地方接触，因此接触了很多非典型的治疗方式，它当然里面包括了很多是乩童啊，或者是神灵鬼怪啊这一类的系统，然后因此开始以小神仙这个系列把作品组织起来。社会的进步使得这些神怪营生起来了，我等于说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什么它隐藏起来，而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东西消失了，事实上它慢慢被转换成新的形式，比较像是今天你看一个电视什么关键报告51台刘宝杰这样的光怪陆离的内容。我的做的这些作品其实想要触碰的其实就是对于一些神怪想象的一些小小接触而已。其实我的作品一直都跟所谓移动啊这些在不同的地方之间的算是拉扯有关，都是在这样子的脉络之下。这个计划它是关于驻留在香港以及台湾的所谓外来者或是移动者，然后这些人的身份可能包含着难民，还有寻求庇护者、移工跟移民。一开始切入的方式是借由一个画画的游戏，那这个画画游戏其实是分别的录下不同的个体他们所描述关于自己过去东西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被我录下来之后，我分别播放给不同互不相识的人看，然后他们根据不同人所描述的，进而画出他们所想象别人所描述那个东西的图画。所以其实他们所画的不同的绘画可是有可能是关于相同的一个故事。这些图本他们其实就承载了很多人对于自己过去啊现在未来一些经历，还有诠释别人的经历的一些想象。他们给我的图片，然后他们所写的一些文字，都变成了我在进一步发想的一些参考，或是有点像索引这个角色。我会继续的跟着这些人，看着他们生命轴线会发展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会想要继续跟着他们，甚至去走过他们曾经走过的地方，然后让这个计划继续的发展下去。我对于监控这个名词来说，我是觉得是蛮有政治异常，因为像这些物品，如果是在商店里面，它变成有点像在监控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就是日常作为。可是如果在一个美术馆里面，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的话，观众变成反倒是在监控这些作品。所以我想要就是以这些物体来提醒观众，到底这些物品对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是什么。我对于我的材料来说，我没有说很讲究说我常用的一些材料，我是比较讲究的是说我常用的一些这些空间，这些材料还有做成的作品对人体上面的空间。因为我觉得在这些空间上面，像我们今天社会中还有周遭建筑空间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是来让我们分离，或者是让我们在里面这些空间怎么去运作，都是有，我是觉得有关哲学、有关政治这些立场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作品主要是以我所想的方式来凸显这些对我们社会中隐隐约约有些影响的，算是影响的方式吧。这系列作品我关心的是如何模糊影像艺术的含义。亚洲妹妹是 Pornhub.com 上的一部 A 片，卢比奥则是 YouTube 上的一部拳击赛战况纪录片。简单的说，我把两部影片下载下来之后，依照影片的原始影格数，也就是1秒24格，把影片还原为影格，然后再重新拍摄这些影格，
换句话说，就是用拍动画的方式重拍了两部影片。重拍的时候呢，亚洲妹妹的部分画面是聚焦在性交的重点部位，卢比奥则是聚焦在好比拳击手套的碰撞，或者是擂台的投射灯等等。你很难去界定重拍后是录像还是动画。同时因为拍的时候画面很聚焦，在观者第一印象认定这是一部抽象动画的同时，可能画面又会出现某些时刻，可能是拳击的姿态或者是嘴巴形状的出现，会让观者瞬间意识到这些抽象的色块似乎是源自真人的场景，但是呢，这种现实感可能只是出现一瞬间，在作品当中又很快的会划走。记得有大概有一阵子，有一些网络影像很红，就是大家不断去测试去摔手机，然后去测试它多耐摔。我就开始去把它跟飞机连接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我去了解到飞机其实他们回收飞机的原物料，这个飞机和它被回收之后做成的电子产品，都在好像出现了一种类似的症状，就是一直往下掉。那这个下坠还发生在了劳工的身上。就是从2010年开始，富士康很多的员工开始有跳楼自杀的事件，但是去认识这些事件都是透过网络的影像，还有别人的研究资料。那我就跑了一趟深圳的富士康，每天就是在路上打扰他们的员工，这样子就是搭讪，然后去做访谈。其实一部分我觉得在制作这两个作品这一系列的作品的时候，我这一再回应的是一个蛮身体性的东西，就是飞机的身体它如何毁坏，然后不断的被转移，然后再使用，对，然后劳动力也是不断的被转移，劳工的身体，还有电子产品的身体或影像的身体，那影像的身体是什么？所以我就去做了后续这件作品，以个人的方式去回应它影像的身体，而不是回应那个作为影像再现的那个时间，所以我就延续了这个作品，五间断毁坏，我就是把当初使用的这些回收的这些 found footage， 然后重新用电子产业半导体制成的技术，叫做黄光显影到时刻，我把它那些影像打在铝板上面，所以这些铝板可能是他们那些影像发生的事件之后的他们后世的身体。然后回收到这些，他们有可能是他们后世的身体上。资讯主导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这些艺术家他得了台北奖以后，不是得奖拿奖金这件事情，而是他的资料可以在某种网站或者是出版品的形态里面可以持续的再现。这个再现的过程反而是帮助他被看见的很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不能说并不存在台北奖艺术家这件事，但相对来讲，我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我觉得台北奖它不只是一个得奖的机缘，它其实是一个生涯专业发展的一个平台。